离尘沙，一慈心一净土涅槃，正万法，一悲愿一莲花芳华，苦虚化，一尘真一绝尽了悟，返故家。十七，含藏有福道，得乃利，至藏于鱼而福之矣。谦下则得玉，巧藏于拙而福之矣。直量则得错，勇藏于切而福之矣。浩然则得固，恭藏于让而福之矣。廉洁则得脏，禄藏于约而福之矣。知足则得见，学藏于勤而福之矣。正知则得和，宽藏于恕而福之矣。不住则得利，容藏于厚而福之矣。慈悲则得欲。十八，转时成天堂，转至难脱苦，转时未至天堂境，转至未时难脱苦。十九，我傻非傻能，卖故他，人皆笑我傻，我傻心不假，外衣被褐麻内再放光华，实在磨不灵又可耐风霜，谁能识得我千年脉，故他。二十，悟心见性非，观神妙，悟者寻心，望者觅佛，智者求己，愚者求神，明者见性，痴者见妙。二十一，丹的玄珠，道参贝叶，丹入至虚，万物皆空，定丹已的玄珠，道参无极，一尘不染，陪道已参贝叶，济公活佛就是真经。零一，后学沈阳明。一，前言。一，经名济公活佛。济公活佛，俗家姓，名为李心远，或称心远，修缘，修缘。据说是来自于天上的降龙罗汉，由于渡人，济世的机缘成熟，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年，西元1150年，或说高宗绍兴十八年，或说宋光宗元年十二月初八日，或说宋光宗三年二月初二日，或十二月初八日，臣愿下凡，出生在浙江省天台县，星号救世，是指救度世间的一切人事物。星号真经，这部经点的功能是要唤醒每个人本真的灵性。济公活佛就是真经，乃是济公活佛为救人济世而垂降的训点，是希望有缘接触者能以拥有读诵抄写研读实践圆满的一系列修成，投众生之所好的方法，一步一步来引导众生完成其救世的心愿，用心良苦。二，目的做到，大学所在，自天子矣，至于庶人，一世皆矣，修身为本，人人的根本本性进化了，当然家庭也进化了，社会也进化了，国家也进化了，世界也进化了，人间净土就这样形成了，世界大同的社会也成就了。二，观首师解说，济世群生照三千，
公正无私可达天。活用真经传万事，佛法无边化大千。一即是群生照三千，一小世界以一千为极，而形成一个小千世界，一千个小千世界，即成中千世界，一千各中千世界即成大千世界。此大千世界是有小中大三种千世界所集成，故称三千大千世界。然据证却推定所谓三千大千世界，实则为十亿个小世界，而三千大千世界实为千百亿个世界，以此来形容人间纷纭的诸相。二公正无私可达天，是济公活佛救人济世的招牌，也是他老人家度化世人的法宝，更是让世人能进入天堂的必要条件。因而修行人当要时时检视自己的心境是否时常保持公正无私。三活用真经传万事，活用用于生活当中，真经会产生功能探究其中的含义，并且将其精神用在日常生活中，使我们的生活品质能提升，让我们的心灵能净化，令我们的困扰烦恼能减少。当其功能可显著于人间，活用者皆能受益时，世人就想拥有，推行真经也因此能普遍施行，流传万世就容易了。四佛法无边化大千，佛所说的教法无量无边，可以教化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众生，众生的烦恼无边无量，当然佛法也要无边无量。八万四千众生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化有教化、教导、感化、化导、教化、引导、化义、利益、教化、化度、教化、嫉妒等作用。大千是指三千大千世界。三本文解说真经应运出灾消劫，除大道尊修身化世立功勋，八八圣即佛圣仙蒸发慈悲德泽群生的光辉，东来紫气展普渡三曹开妙玄应身下凡施天然。一真经应运出，真经是应时运而出现，三其末劫时道劫并降灾难，所以警示为恶之徒，希望能从制止其恶行，达到境化其心念。二灾消劫除大道尊，灾劫降临人间的因由乃是世人自己造业，自己找罪受，上天所定天律是众生共同依循的准则，众生只要遵天律而行，自然灾消劫除。济公活佛既掌道盘，为消除众生的灾劫，提出修道修心的就近法门，只要人人
真心修道，人心净化，必然可以灾消解除。大道既是救人的尊，贵性自然显现。三，修身化事立功。勋大学一书记载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，自天子矣。至于庶人，一世皆矣。修身为本，其本乱而莫治者否矣。可见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，度化世间善男信女，建立功德德性。四，八八圣，即八八相乘为六十四，六十四代祖师一条天命经线传承。五，佛圣先真发慈悲，圣佛先真本是人间修炼的成就者，眼看是人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个个大发慈悲，效应上帝的救世的号召，或道庄下凡，或灵坛垂训，各显其能，尽力来度化众生，希望人人都能得救。六，德则群生的光辉。当我们获得顺境时，应要多布施行善，以弥补不足的德量所带来的不如意。圣佛是德量具足者，因而灾难不容易降临。其德量之所以能具足，除了自信能自度，使智慧光能发挥功能外，还能德则群生，教化引导他人走上修行之路，并能成就圣佛先真。七，东来紫气斩。老子东来现紫气，圣人出现。八，普渡三曹开庙。玄白羊旗大开，普渡三曹，天曹气天神仙的曹，地狱幽冥鬼魂，人曹人间善男信女。开庙玄传三宝心法，开千古之玄门大道，广布九应身下凡施天然。应身顺应所化众生之机性而显现之身，恩师张天然。四，结论，体天心，察天时，知天命，报天恩，济公活佛就是真经。零二，后学正小分。一，前言。二，本文中土有缘分，继往开来万八春，白羊逢运到现存，青红运已隐，阳光普照道德阳，万邦咸养运大同，家家佛光照，灵山如来静观招，无师指点路一条，千经万典有未闻真，经说因由有缘名师会相求，开太白羊运佛经说，破朦胧云善至于止离苦轮。三，本文解说。一，中土有缘分，既往开来万八春，白羊逢运到现存。中土，一，中原中国。二，有文明的地方有佛法传
播的地方，三字姓所在的。继往开来，继往甚知绝学，开万世之态。平万八春，一万零八百年。星号缘分的重要，星号道统的传承，佛佛为传本体，师师密父本心，师尊一条金线造完成，能与修道作根。恒星号白羊逢运 vs 生不逢时，二青红运以引阳光，普照道德阳万邦咸养运大同。青红运青阳其语，红阳其的应运，阳光普照，白阳其应运大开普度，咸接普及感应养崇敬依赖。星号先修后的先的后修，星号三草普